盟主，那个人杀过来了。反了，他真的反了。武当少爷都没三拜狗人。报，那人杀到寨门了。三拜狗人，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了。哎，师爷，玉爷，玉爷，我也啊，盟主，罢罢了。保护盟主。啊，我死了。大胆很为，你到底意欲何为？还我狮子头。说起来前半生我真是坎坷，武林高手都爱把内力给我。哦 no 哦哦，啥都不说，喷喷血夸就死了。最大的门派八成是个贼窝，闪入这死的招牌都是白蛇。哦 no， 对不起，我看不清。神功用时就一定会折，我烧烧烧烧藏经阁，好在一静静的背负很多。你的破数而已。总会碰见蒙面人的大哥，发丝散落，好兄弟原来是个女儿的。白衣白马从天降下，淡定又洒脱，不管如何算命的话自然会开玩笑了。劫富济贫出强扶弱都是小儿科，谁让大侠就是我抽空时就跳跳悬崖，不行还有何，背蛇腰就推推后背，百毒不侵了。盟主顷刻八成就是要让位于我，谁让大侠就是我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善好轮回，天道不信抬头 看，苍天饶过谁？饶过谁？啊谁？啊谁？最后一定会惹到朝廷追我。BOSS 的最高理想是不停的活着。脚踏实也不会是好人一个。神医的绝招就是吐满一车，反派的首领一定是个帅哥。 Oh no， 干不干掉都是一个错，高手向来不敢躺的，敌手个个都是爱动物的，绰号无敌黑熊瞎子，三刀六臂狮子，抡起胳膊啊了一声哥斯。白衣白马从天降下，淡定又洒脱，不管如何算命的话一定要听着。劫富济贫出强扶弱都是小儿科，谁让大侠就是我主角命运再无敌也是大将有的，男配才是凌乱刀死人见人爱的，正邪相争正派一定就是邪恶的，谁让大侠就是我听到噩耗帕金森多少是会烦的，真凶就是他说不出来的，遇见命时转转花瓶就会打开了，谁让大侠就是我。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停，可以了。姐，这个可以有，这个真没有，没了。